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济南的神阿面。兄弟们，扛不住了呀！这个呢是今天中午啊，飞哥买的菜，中午我们一起吃了一顿，喝了点，现在呢还剩了一点剩菜，想着不浪费的原则呢，今天晚上呢晚饭的话就吃这个了，要不然的话也没钱点外卖了。哎，太难了，兄弟们。自从那个视频啊单价下降以后，然后直播呢也不直播以后，真的度日如年呀，兄弟们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昨天呢提了一下这个爬楼机的问题，后来也不好意思再提了，也没跟飞哥说，想了想啊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要是不行的话就算了，我呢也打算先离开济南一段时间，打算过几天就走了，去一下浙江温州那边，那边有亲戚，打算去那边待个一段时间，然后呢再回来。不过问题不大，兄弟们呢也不用太想我，我在那边的话有机会还是会拍视频的啊。这个菜啊确实味道不错，你看这个泡饭非常的下饭，非常的好吃，土豆也非常的软糯。太好吃了。看一下还有没有肉，捞点肉吃。全部都是土豆了，一块肉都没有了。我亏打扫战场打扫的还是挺成功的。这里面还有点肉渣，这个可以吃。不能浪费呀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得吃。想想我阿面曾经多么的辉煌，曾经多么的嚣张，多么的猖狂，没有想到我阿面兄弟们不说了，再说都是累呀。还可以，味道挺好的。兄弟们，我就先专心吃饭了。今天呢就主要想告诉大家一下，然后就阿面这两天准备离开济南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些，别的呢也没什么，我就吃饭了，那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